上课了。哇，大宝，等等我。哇，我们怎么掉到这里来了？我又不是鱼，我怎么呼吸呀？孩子们，上课了。哎，人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我去外面找找。糟了糟了，上课要迟到了。老师救我！咕咕咕咕，小雪说的什么呀？快带上氧气泡泡。这是哪里呀？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呀？大胆！你们这些平凡的人类竟然闯进我们人鱼王国，虾兵蟹将，把他们给我处理掉！不要！不要！奇怪，我刚刚明明听到教室里传来了小雪的声音，难道我听错了？燕青老师，大事不好了，小雪他们被黑魔仙给带走了，快跟我走！好，我们快走。还好那个大坑出现的及时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被人鱼公主怎么样呢。就是，你们看，这里写着第二层，难道还有第三层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个大坑绝对不可能再出现的。啊！很可可，黑魔仙呢？还有小雪、小贝、大宝他们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！老师好吓人！是哥哥，哥哥说，我只要把老师你带到这里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眼镜老师，黑眼魔王，你到底把小雪他们弄到哪里去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都是因为老师你呀！这次考试，大宝进步非常大，这是给你的进步奖。谢谢老师。小贝，这是优秀班长奖。没想到我也有奖。当然了，帮助同学、帮助老师是最棒的班长。以后我会继续努力，做一个更好的班长。小雪，这次你还是班里的第一名，这张三好学生奖状是你的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没有我的吗？有，这是给你的练习册、试卷。这次全班又是只有你一个人不及格。你把大家夸了一个遍，都没有夸我。现在小雪、小贝、大宝不知道被大坑带到哪里去了，所以老师，你以后就只能夸我了。黑眼魔王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快把同学们带回来。掉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有掉到第三层啊？就是啊，我们还要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不，我不，就不让他们回来。哇，我们就是回来了。可恶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大坑，快让他们掉进去。好的，主任。大坑，你这个笨蛋，是让他们掉下来，你让我掉下来干嘛？快放我出去。黑眼魔王，除非你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否则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。我只是想让老师夸我，我没错。你想让老师夸你，就自己好好努力，而不是让小雪他们消失掉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不信你问问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，我让小雪他们消失真的做错了吗？如果觉得我做错了，就发送666告诉我，觉得我没做错的就发送777，拜托你们快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没有吧。